各个朝代三。直到杨坚建立了隋朝，才重新统一天下。但可惜，只传了三代，就丧失国统序业。唐高祖李渊倡议起兵，平定了隋末的纷乱，创建了唐朝的根基。待至隋一统于，不再传世同序。唐高祖起义时，除隋乱，创国基。唐代传了20位皇帝，将近300年，为朱全忠所篡，国号改为梁。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，史称五代，其兴衰都有因由。二十传三百载，梁也是国内改。梁、唐、晋、齐、汉、周，称五代皆悠悠。赵匡胤接受后周恭帝的禅让，建立宋朝。北宋和南宋共传了18位君主，之后为元朝所统一。截至宋朝以前的史书共有17部，记载历代的太平与动乱，可以让人明白国家兴盛和衰败的缘由。燕宋兴收舟山，18传南北魂，17史全在此，在之乱之兴衰。代至隋一土语，不再传师统序。唐高祖起义师，除隋乱创国基。20传300载，梁灭之国乃改。梁唐晋及汉周，称五代皆有由。严宋兴收纣禅，18传南北混，17史全在兹，载治乱之兴衰。读史者考实录，通古今若亲目，口而诵，心而为，朝于斯，夕于斯。待至隋一统于，不再传世同序。唐高祖起义时，除隋乱创国基。20传300载，梁也是国内改。梁唐晋齐汉周，称五代皆悠悠。燕宋兴收舟山，18传南北魂，17史全在此。
之乱，知兴衰，都市者考试路，痛苦静若秦牧，口而诵，心而为，朝与思，夕与思。之岁一吐雨，不再春时同绪，唐高祖起义时，楚虽乱闯过几，二十转三百载，梁灭之国乃改，梁唐晋齐汉周，成五代皆悠悠，严嵩兴守舟山，十八船南北魂，十七世全在此，在之乱，知兴衰，都市者考试路，痛苦经若秦牧，口而诵，心而为，